一班咁有 passion 嘅年輕人啦、參賽者啦、支持之外咧，我哋香港亦都有好多咧本地嘅歌手們咧都支持嘅。咁頭先我哋亦都見過啦，合唱啦、WeChat 等等啦，好多嘅單位嚟到之外咧。其實不止得咁多嘅單位，有更加多嘅單位，更加有喎。小粉，我而家邀請林小粉上台啊！好，呢個時候咧，掌聲林小粉。亦都有人哋之前都稱呼你為蒙面歌手啦，而家真身事人咁樣啦。不如咧講下啦，咁其實咧即係你有冇參加過歌唱比賽？其實自己細個讀中學嘅時候都有參加好多唔同嘅歌唱比賽，因為真係好中意唱歌。咁但係咧，其實每次一企上台咧，我就好驚嘅，因為見到好多評判啊。係。評判們可能有陣時都會佢哋嘅表情啊，會唔會係話俾我聽啊？你唔係唱得幾好咧咁樣？咁而家 Danny 哥嘅表情話俾你聽係咩咧？好滿意咯，想聽你唱歌係嘛？同埋好頸渴咁樣。係啊。嗱，不如咁啦，我呢個時候交個台俾你，咁你唱下歌。你會唱咩歌今日？今日會唱《小飛龍》，都係我自己嘅唱作品。好，呢個時間我哋交俾陸小群。今天很開心可以來到時尚坊和大家唱歌啦。其實梁月玲老師就是我的第一個歌唱老師，今次是我第一次去表演給 Mary 老師看，希望大家會喜歡我的作品《小飛龍》。Oh, time.
多謝各位。唔該曬小寶同小粉嘅，我真係對音樂都非常之有 passion 咁樣，因為你係一個創作歌手嚟噶嘛。唔該曬你啊！希望每一個參賽者都會繼續向佢哋嘅夢想進發。冇錯 ，thank you。好啦，跟住落嚟出場嘅朋友咧，就係嘉賓嚟嘅，係佢好厲害嘅佢嘅行頭，因為咧佢之前咧就係贏過中國達人秀啦，就係香港精英爭霸戰嘅冠軍嚟嘅，同埋咧曾經參與20個公開歌唱同埋音樂比賽。